与游亨半年情告吹，陈盈速搭张震朗。一直以嚟，宅男女神陈盈同赌王四房公子何游亨拍拖可谓甜到流，而且四太梁安琪又亮起绿灯，所以周不时都传陈盈入门有望。不过有啲嘢真系话唔埋噶，有传喺两个月之前，游亨主动提出分手，真系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？呢段半年嘅恋情就此告吹。女神陈盈甩拖重新挂牌，对一众男士当然是好消息啦。不过这些机会不是属于我们的，而是属于大台小生张震朗的。有报道指，呢位在无线新剧《全职魔女》饰演陈盈老公的张震朗，最近就成功涉位，就算套剧杀了科啊，二人的夫妻关系似乎持续了下去噃。话说早前二人就被记者拍到一起在将军澳撑台脚吃早餐，话晒陈盈都是女神啦，但竟然素颜出街，妆都冇化，只是戴住副黑超咋。只见她在老公张震朗面前表现到习以为常咁，照咁睇嚟，佢哋两个交情不浅喎。话就话食早餐啫，食物当然唔系主菜啦。喺撑台脚嘅过程当中，只见张震朗为博女神一笑，不停戳样扮痴咧。而睇落非常瘦弱嘅陈盈亦都笑多过食，叹完个靓早餐，陈盈就做司机，请埋张震朗一齐走咯。